哎，坤桥，干啥来着呢？啊，店员，找东西呢。今天女生节，你知道不？知道，3月8号前一天吗？那在找啥呢？找啥来着呢？哎呦我操，总算找着了！20多年泡妞就靠他了。这啥玩意儿？还包成这样了？咋还？没见过吧？老牛逼了！啥玩意儿？哎呦我操，真他妈在这儿呢！这啥意思？镜子看不出来吗？魔镜，真破呀！蓝镜，魔镜这是？哎呦我操！20多年还这么帅，这没说的了。哎呦我操！等我叫他。魔镜，魔镜，魔镜，站着吗？干啥呢？啊，那个女生节嘛，咱们男生也问你点问题，行吗？说吧。谁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？谁是这世上最善良的女生？谁是这个世界上最优雅的人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？世界上最健康的女生？气质最好的？还是世界上最八岁女生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生？世界上最好的？那你是一个真可爱女人。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方的女孩？哎，你说谁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？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心疼的女娃？哪个是这世界上最活泼可爱的女娃？哪个是世界上最跳着最能干的姑娘呢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，你是个世界上最乖巧女生的。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那谁了，佘清源和马娟呢。节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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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！节日快乐！快乐！节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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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！好，节日快乐！入社式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节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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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娟、佘清源，节日快乐！